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T 財智 Talk。今日咧請嚟 Patrick 同我傾偈 ，Patrick 你好。喂，你好啊 ，Daddy。Patrick 啊，要揾你咧解構下個外匯市場走勢喎。因為成日大家都話咧，得美金走勢就得大勢啊，係咪？其他各樣資產可能都會幾受個美金嘅趨勢影響。